个时代大转变的时候，教育还是二十世纪的。作为一个校长，他的办学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教育理念。我们所有的老师都首先要作为一个终身学习者。其实我的一生差不多就是在不断的反思和学习当中过来的。那么教师如果还是拘泥于一种这个知识层面的技术派的这种做法，没有从育人的这个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这个高度去认知，那你教师的专业培养问题就是迫在眉睫。在管理上我用能力管理，对吧？一个人他有多大能力，我交给他多大的任务，对，就是用人之长，对吧？就是怎么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啊，这个怎么把教师团聚起来。合格的校长管行，优秀的校长举心，卓越的校长会神。就是我们做有情怀的教育，我们做有温度的教育，我们做有爱的教育。要沿着这个教育涉及到千家万户，教育涉及到我们党的这个千秋万代去思考。